失踪人口回归了，铁子们，三个月没有给大家更新了，有没有想我？有一个铁子找我换一台全新的 OPPO Find X7，让我回收一台13 Pro。他说他要请我吃鱼，风浪越大鱼越贵。你是我2024年第一个面交的客户，所以请你吃两个旺仔糖。祝你2024年红红火火。哎呀，谢谢。你能忘？先带你看一下配置吧。你定的是16+512G 的海阔天空。嗯，你这手机是在我这买的，是不是？啊、用的怎么样？还好，掉链掉得快。那没办法，苹果通病呀、啊。13 Pro LL 的话，表示美版256G 的，无 SIM 卡限制，可以插卡机用，没有明显的磕碰。最后这台机器成交价格3500元，你觉得香不香呢？现在上我最快，二手回收。滴滴我哟。